不要打，我有跑得快的鞋子，你追不上我，追不上我，追不上我。哎呦，对面的法师只是一个干将木耶的话，那没有关系，可以直接跟他抢线的。他要是打我，他升不了两级，等下还是要被我打。他要是不打我啊，我要比他先升两级，还是要被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上厕所把老子给拉掉了呀？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所以只要我能大概的猜到这个干将木爷下一步想干什么，他就能被我狠狠的拿捏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，你玩游戏意识一定要好，这样才不会被人蹲。同样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成立的，只要你意识够好，你就能蹲别人。大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这下猜错了，这个法师因为他有队友在，他不走二塔了。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走，因为我还能在这里等到对面的猴子。但是蹲猴子的话，你要注意好他的一技能，因为都知道猴子的一技能一用的话，技能对他是没用的。好，到我啦。嗯，哎，往哪里走？现在南中路清线，对面法师要打我或者打兵线，他只能二选一。他打我的话打不死我，他还要拖延他清兵线的时间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清完兵线我就直接走了。他这个样子的话应该要去支援上路了，所以提前来这里埋伏好。怎么还不来？你怎么走这么慢的吗，哥哥啊？你快！哦哟，有点东西啊，这射手这都能被你打死啊！小子，奈何你今天碰上了我，我可是你命中的克星啊！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走，回家。完了，猴子来了，猴哥不要打我，猴哥不要打，两个一丝血，猴子气死了。猴子现在肯定还在骂骂咧咧的想走啊，但你现在怕是走不掉了呀，啊？你告诉我你要往哪里走？咱们吸取了刚刚的教训，这次让那个法师先走，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他会出现在哪里了。这小子又往上路走了，慢一点啊，等一等，来这里等一等。好，看到他了，走走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呦，想打我，小子你好牛啊你！好啊，今天我就跟你杠上了，你完了。回来之前复活有点晚，所以不知道对面法师具体在哪，但是我用脚趾头想，我都知道对面法师肯定在上路某个地方。慢一点，悄咪咪进这个草看一下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被看到了没关系。贴着墙，我往这里走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但是现在我暴露了。猴哥不要打，我有跑得快的鞋子，你追不上我，追不上我，追不上我。现在对面法师又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不过从他打了这么久的样子来看，他不会去下路的，所以他只有可能往上路走。那么我猜他现在应该不敢一个人走河岛了，他可能要走二草。是这个猴子，猴子看到我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回家啊。你们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马上就要回家了。我是真的服了。他跟我说这句话，他不是认可我，你要记得，他肯定是生气了。这种时候他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了，他肯定不想着赢了，他就想打死我。打死我有那么容易的啊？这下他对我的仇恨又多了一分。这傻大哥我应该是能救的，不过要等个一二技能。不急啊，慢慢来。一换二肯定不亏啊，走啊。这下让我再想一下，这个法师很有可能不会再往上路走了，因为他在那里吃了这么多次瘪，所以很有可能来下路吃蟹的。怎么来了个猴子啊？猴子你不要进草丛。你要不进草丛我就把你放了，你这个样子不要怪我啊。完了，猴子这把怕是也要跟我杠上了。走走走，接着找那个法师。我又猜对了，这小子打完小猪肯定要往这里来的。来这里慢慢等，大哥不要放技能，我是真的服了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咋的咋的，你还想过来打我不成啊？你们就算是再来一个我也不怕。来，我们看到最后一波，注意好，现在只剩下猴子跟那个法师了，我们下路三个，但是我猜对面两个人要来找我，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了，他们没想着赢了。来了两个了，我属实想不到猴子你也会来。猴哥，我这把没蹲你几次吧，你这水晶都不要啦啊。这把打完，这两个人怕是三天吃不下饭了，真的。但是各位要记得多吃饭啊。